小羊不见了。那小朋友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小羊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不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躲在哪里呢？那我们看一看。羊妈妈在哪儿啊？羊妈妈嘞？羊妈妈在这里。这里，你看羊妈妈她要去哪里呀？她要去。我们看哦，暖洋洋的星期天呢、啊，黄澄澄的太阳，像个刚烤好的圆蛋糕。你们喜欢吃蛋糕吗？喜欢。今天是个吃蛋糕的好日子哦。于是啊，羊妈妈准备上街买做蛋糕的材料。哦，原来呀，羊妈妈是要上街买那个做蛋糕的材料有哪些？有鸡蛋啊，牛奶。小白鸡，还有面粉，对不对？面粉啊，然后他跟这个旺旺太太说：“旺旺太太，我要上街去买东西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呀？”他可能会怎么回答他呀？他会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哦，或者是说：“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”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有一个大坏蛋躲在哪里？这里哦，有个 wolf， 他在这边，他知道了羊妈妈要出门了，哈哈，这就是我的机会喽！嘟嘟嘟咚，啊，羊妈妈的、啊，这里怎么会有？这里怎么会有一点点山中小吃的故事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羊妈妈她就去买东西了，而且呢，你看还买了很多的 strawberry 哦，然后你看嘛，旺旺妈妈也出来，而且带着旺旺的。妹妹出来了，对，所以他们是一起出来买东西了。那羊妈妈一上街买东西，大野狼啊就不怀好意的靠近小羊的家。本来呢，三只小猪是要来找羊妹妹他们玩的，一看到大野狼呢，就赶快跑啊。那沃夫说什么？就说好孩子，我买了跟我衣服一样红的草莓回来了。快开门啊！对，那草莓好好吃的草莓呢。那我们看小羊会不会开门呢、啊？看羊妈妈还在买东西呢，我买了，还买了 milk， 对，然后，哦呦，结果沃布他也拿了一罐 milk， 他敲敲门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买了跟我手一样白的牛奶回来了，快开门啊！”好，那看看他们会不会开门哦。你看，旺旺妹妹拿了一个什么？旺旺妹妹拿了一个，她也可能也拿了一罐的饮料啊。对，好，嘟嘟嘟嘟，羊妈妈在挑什么啦？羊妈妈正在挑鸡蛋。这个时候，旺旺妹妹怎么拿了这个？对呀，他们在买青，对，要买菜桃。好，然后呢，沃夫呢，他也拿了一盆的鸡蛋过来。他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买了我爱吃的生鸡蛋呢、啊，不对，是做蛋糕用的鸡蛋回来了，快开门呀！”哇，那小羊们呢就很开心，那他拿了几颗鸡蛋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. Seven， 然后刚好是 seven 呢。然后小羊们就确定好，这是应该是妈妈，因为只有妈妈才知道今天要做蛋糕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嘟嘟嘟，然后妈妈又去买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搅拌机。对，然后结果呢，沃夫他也拿了一个搅拌机在这里，说好孩子，我买了打蛋器回来了，我是准备呢做蛋糕的妈妈，而不是大野狼哦。快开门呀！哇，真的是妈妈哎，真的，对呀、啊，只有妈妈才会做蛋糕嘛，沃夫怎么会做蛋糕呢？好，结果呢，有没有开门啦？有，哎呀，噗啾！结果妈妈，你怎么会有一个拉面的、拉面？结果妈妈她还在自己街上呢，她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头发生危险了。你看都还在里面，还有好吃的面包。结果小妈妈、旺旺妹妹怎么偷偷的跑过来？因为她说好香的面包，我们可不可以买面包吃？那小羊妈妈以为真的是妈妈回了，开了门。哎呀呀呀呀，是可怕的大野狼！就不打，赶快逃啊！大野狼有什么？大野狼有尖的爪子，还有尖尖的蹄。我还以为是尖尖的鼻子。哪、尖尖鼻子也尖尖的。好啊，好可爱，有点恐怖的眼睛。
都过，结果大家赶快躲起来，小熊们一下子就躲起来了。大野狼，这个大野狼太笨了吧，都找不到。他说：“可恶，小羊们到底躲在哪里？找不到小羊呢。”大野狼只好气呼呼的走了，就这样走了耶。他一直都没有迟到，是有在床底下吗？没有。有在那个沙发这个后面吗？没有。没有 ，no 都没有哎。那野狼一走啊，妈妈其实他在这里啊，对，他姑姑在这里，结果他都没有发现，而且你们看到他躲在这个小角角，他都没有发现，好笨哦，这大野狼太笨了。然后还有一只在这里哦，原来发现了，对，结果那妈妈回来了，妈妈终于回来了哦。野狼一走呢，羊妈妈很快的就回到家里头了，嘟嘟嘟嘟，小羊们，我们。回来了哟，嗯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其实在这里。对，那还有嘞，在这里。哦，看到他的小脚丫，还有没有找到啊？嗯，没有。没有了吗 ？Chair 后面有没有？你们看到？你们看到嘞？脚脚发现了。对，嗯，小猫一进门就对着屋子里喊：“你们在玩躲猫猫吗？”哈哈，我可不会输哦。不过呢，我要先来做个大蛋糕了。哦，看看，哇，好像个圆朵的呢。对不对？羊妈妈先拿出了鸡蛋，那 go 把鸡蛋敲开来，再拿出打蛋器打一打，哇，一朵大白云跑出来了，嗯，越来越香喽。羊妈妈呢，再拿出了面粉、糖和牛奶，在这里嘟嘟嘟嘟嘟牛奶，来一起来跳个旋转舞吧，啾啾啾！好了，面粉和糖啊，还有牛奶跟着鸡蛋、白云呢，一起拌呀拌的，转呀转的，嗯，结果小羊们。在哪里呀？有没有再找到？刚刚找了第几只啦？嗯，好、啊，还有一只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还有呢？在这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可以再找找哦。这个是这个，在这里吗？布偶，布偶不是吗？啊、哦，那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嗯，那还有没有啊？这里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只啊？啊，OK， 所以呢，我刚刚我们自己找到的有这里一只，一、二，这不太算是不是？三，好，三刚刚的，四，五，嗯，这边没有，要在这里，六，哦，我们只有找到六只呢，啊、哦，所以还有一只不知道的，不知道这个是布偶还是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躲到这个里面、嗯、对呀、啊、也有可能的，嗯，好，那总之呢我们至少找到了嗯很正确的六只，然后第七只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里面。 OK， 嘟嘟嘟嘟嘟嘟，好，哦，床这边呢、啊、对不对？诶，床刚刚有吗、嗯、有啊，床刚刚有吗？有啊，哦，所以刚刚在这里，好，所以第七只在躲在床那个床里头。好吧，材料准备好了，姚妈妈说我喜欢刚刚，嗯，我喜欢刚刚这一页啊，这一页的都在这个里头的。好，材料都准备好喽，烤箱魔术师要开始施魔法喽。啊，施魔法的咒语怎么念？施哔哩吧啦波罗嘎罗咚嘣！烤箱温度啊，慢慢的升高，升高，越来越高了。魔法咒语呢，慢慢的运转喽。嗯，你看这边哦，变成 brown 色脆脆的样子，嗯，绵绵的样子，香香的味道啊。慢慢飘出来了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好香哦！嗯，蛋糕的味道怎么那么香啊？哇哦，竟然有上面有很多的什么 ？Strawberry！ 哦，奇怪了，怎么几只小羊全都自己跑出来了？不是要玩躲猫猫的游戏吗？啊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真好吃的样子呢 ！No！OK， 好。那他的脸怎么这样？好怪哦！哦，没有，这是画故事的人，说故事的人，这是作者。嗯 ，OK， 好，好啦，就是。Goodbye, apples. It's time to goodbye. When you say apple in your heart, it is futurist. Sto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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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s. Goodbye. Goodbye.